大年初二车公诞，新界乡议局按传统去车公庙为香港求签，因为疫情关系，呢次求签活动需要闭门进行。本人为香港咧系求到第38中签，签文系咁讲嘅：人板高处求真果，我向低边十界疆，微傲不如去微造，莫教涉猎请英豪。咁啊，签文咧就系、是、中签啦，咁即系凡事守旧，自身平安嘅。家宅興旺，求財遂意嘅。而家疫情肆虐啦，咁大家都係繼續努力，就唔好一步登天，一步一步咧係走出啲困境。今次是新界乡议局连续第五年为香港求得中签，在政治方面，车公又有咩启示呢？微傲不如去微造啊嘛，咁啊莫教暴猎情英豪。呢句説話咧，就係唔係淨係指林鄭唔好做特首，亦指所有高官唔該俾翻啲有能力嘅人上台，嗰啲冇能力嗰啲唔該，真係快快脆脆自己自動落翻嚟。未來呢一年嘅嚟講咧，就要睇政府點樣去做嘢啦。根本上政府做嘢嗰方面咧，唔係好穩陣嘅啫，尤其是我哋阿陳肇始，根本上咧，佢所做嘅嘢，做嘅有一套，講嘅有一套，咁你變咗咧，人哋好難去接受得到啊。至於沙田鄉事委員會首副主席李志奇就為沙田求得第四號中籤，解約家宅興吉，求財半歲，自身平安，堅心求謀。李志奇解說話：沙田始終係有運程嘅福地，大家要有商量，唔好有私心，就咩都可以化解。東網記者黃榮彤報導。東方東網，綻放光芒。東方傳媒機構同仁鞠躬。